你是关东强？哎呦我天哪，这警察咋还找上我来了？难道我砍树的事儿被他发现了？我不能承认。你等一会儿啊，我去给你找去啊。熊二，你就装你说你是光头强啊，一会儿我给你两个大鸡腿吃，这你说的啊。他是光头强，警察叔叔，找俺有啥事儿啊？昨天你救了一个小妹妹，那个小妹妹呀说让我特意来感谢你，有一个糖要送给你。啊，原来是好事儿啊。警察，其实我是光头强，救那小孩的是我。刚才我问你，你说你不是光头强。我以为你要抓我呢。你没做坏事，我抓你干什么？你真是心虚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好了，这小妹妹呀让我特意转交给你的，记住啊，要多多做好事，不准做坏事。遵命，长官。别忘了两个大鸡腿啊。行行了，知道了。好了，我该回去工作了，上车。